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让更多人关注到我出来参选的原因和政见。这也正是民主制度的难得可贵之处，只有自由选举，即使是冲撞现有体制民风的政见，都有可能被推动和实现的一天。今天上线在背负着大家对我的期待和厚爱，我会继续努力，谢谢大家。